界产业新未来，我觉得在台中办是一个最适合、最贴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台中是最有活力、最有创意、最聚集最多、最优秀的一个中小企业厂商来一起打拼。台中现在有精密机械、有光学，还有饮料连锁，还有很多的观光，它的所有的一个趋势都是在台湾这领先的。什么叫富士山呢？富强城市三大策略，后厂方面，台中的研发跟生产都没有问题，我们有很棒很优秀的各种生产的业者以及生产的产品，前店包括软硬体，包括行销策略，包括我们的硬体设备怎么样来配合我们的厂商他们拼经济的需求。我们台中是有港有航空啊，那这再加上有高铁有台铁，另外有很四通八达的公路，所以台中市的交通条件是非常好的。好的会展中心盖下来三五年，市长呢也不一定会连任，那我现在盖这个干什么？一花要花100亿，所以那么多年来大家都在纸上作业，所以呢第一期58亿，我就给他拍板定案，全部台中市政府投资，而且不但拍板定案，而且开工，而且我们台中才在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子预算面永远有期待。今年7月的时候到8月18号会有一个购物节，全世界有三大购物节，就是香港、新加坡还有意大利。那我们可能未来希望台中的购物节会变成全世界四大购物节之一。